喂，喂，红杏儿，在家吗？哦，没事儿，田婉呢？最近不大高兴，到你家闹闹去。啊，我快到你家门口了，你给我开门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有人来了，赶紧。谁呀？画眉。哎，那是你闺蜜，又不是你老公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我老公的话，我就离了。朋友不能丢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能让他知道这事儿。哎呦，赶紧，在这儿，你再给我躲好，不要出去。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我不起，我不起。哎呀，哎呦，奶奶，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开门啊？你自个儿到太快了吧？就这么两步路。哟，什么情况啊？今儿怎么穿这么休闲呀？没武装上啊？我在睡觉呢，大白天呢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哎哎，我就知道你今天没事儿，所以快到家了才给你打电话。哎哎哎，不是田婉有事儿吗？人呢？哎呦，是啊，他怎么那么慢呢？我给他打个电话啊。啊。不接电话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那你先到里边去打电话，我去换件衣服好吗？都是自己人，换什么衣服呀？那我必须得换的啊！你等等啊！行行行。上班啊？不行，你不能出去。一会儿我把他们带到院子里去，你看见没人以后才能下去。为什么总是要偷偷摸摸的呢？光明正大不好吗？啊？你觉得我们现在能光明正大吗？真逗。地儿也找好了，酒也倒上了，东西也吃上了，跟自个儿家似的，是吧？哎，你家不是我们的家呀？就是，哎，是是是是是是，确实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那个来。嗯。那你们喝吧，我就喝橙汁了。哎。哦。哈哈哈哈。你说你都这样了，你还出来干嘛呀？啊？我是想在家睡觉呀，不是画眉吗？非拉我来这儿晒太阳。你当然要多晒晒太阳，你现在怀了小宝宝，多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， 预防骨质疏松，补钙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得听画眉的，这方面啊他有经验。嗯。哎，我就没经验呀。啊哈哈。哎，你不是进去换衣服吗？怎么换了半天还是这事儿啊？哎，对呀，我没找着合适的，又不是相对象，还没找着合适的，有那么难吗？哦，你的话我差点忘了，男人如衣服，女人如手足，所以就难了。哎，下面还有一句话，谁动我衣服，我断谁手足。哪跟哪儿啊？你都扯哪儿去了你们？哎呀，还是你这儿舒服啊。哎，你看远望大海啊，这空气新鲜。哎，要不说人人都愿意做有钱人，我明儿就把宋强人给换了，我也嫁一有钱人。哎，那必须得有阳光沙滩，
这后院小了我都不干。哼，哟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说得到做得到？嘿，行呀，你能做到，我明儿就给你找一个。反正我们家老周的朋友都是有钱的，比咱有钱多了。何止是这院儿呀，送你海滩都没问题。哎，问题是你舍不舍得你们家强人呀？对不对呀？嘿呦，哎呦，有我这种人，我有什么不舍得的呀？哎呦，我还就嫁了。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现在是一求无价宝，难求有情郎。你居然说这话！哎，怎么着？老周对你怎么了？啊，有点后悔了是吧？行，我跟你换，我可想做个阔太太，享受人生啊！啊！哎呦，你愿意享受就享受吧。哎，说正经的啊，亲爱的，那雪珠真跑你们家去住了？哦，那表现怎么样呀？嗯，挺好的，大家都客客气气的，他还主动做饭呢。好吗？看你那样都愁眉苦脸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我就是突然觉得，怎么我成了外人了？废话，哎，人家那是母女连心，你在人家面前那就是外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把老于抓紧点儿。这闺女嘛，反正不是你的，把你当外人也就当外人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不能让你老公把你当外人，那可就糟了。危言耸听。哎，你说他，我跟你说，你得听盛楠的，他说的没错。你现在都怀孕了，你说万一有什么变故，那你以后怎么办呀？吃亏的是你。就是。不是，哎哎，你俩干嘛呢？你俩干嘛吓唬他呀？他现在怀有身孕，回头再动了胎气，不解决问题还制造问题。跟他好，有些事儿必须得先说出来。我们谁吓唬他了？这不是为他好吗？不是哥们跟他说这话干嘛呀？哎，我们这说的都是真理。是哥们现在也不能说了，不说了啊！别想那么多啊。不能喝酒啊！你来来来，哎呀，我也别喝了，我没跟你们说，前两天我就喝多了，害得池塘跟我一块烂醉，我不喝了啊，我不喝了。行，我俩喝，我俩喝啊！来，你们家有什么带气儿的饮料吗？甜碗的饮料也该加了。有，冰箱有，自个儿拿。行，你等着啊。就这么紧张吗？阿梅，换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在你家呀？不是，他不是你那个健身教练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Thank you.
真的。说话呀！画眉，你别生气行吗？花生姐怎么了？那不是你老公？这是咱们俩的事儿啊，私事儿。就算他是你最好的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别说了，行不行啊？是，你没猜错，我是跟胡信好了。我拜托你以后能不能不要那么一根筋啊？够拿好多管闲事。说话呀！你不要你！怎么了？别动我！行，恶心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在楼下就听见你们在嚷嚷，吵什么呢？让咱们给撞上了。画眉，你怎么说话你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见风吟作。盛楠怀疑你，我还说他不对。现在看来是你让胡信伪装的太深了。你不自爱，你给我出去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不是你装圣母的地方。你不用赶我，我也不会在你家待。我嫌脏。是啊，我就更好再好了。怎么了？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想发表什么意见就发表吧。不是，我们说什么了？我们上一句话都没说呀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，你气糊涂了你，我们说什么了呀？你先别生气，冷静冷静。你还站那干嘛呀？你走呀！你滚呀！你们俩怎么玩到一块儿去了？哦，我刚才在外面溜达，看到他跟他玩一会儿。哦。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生气了？啊，没有，真的没什么。怎么就你俩呀？你看他还有别人啊？那不成了人鬼情未了了？妈，您是不是想问我爸呀？胡说，我问他干嘛呀？行行行，你俩玩吧，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妈还是你，我想啊，她永远都不可能原谅我爸了。永远啊，嗯，永远有多远啊？永远啊，就是那么远，不对，应该是那么远，嗯。哦，那么远。嗯。秦始皇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这个人牛吗？牛。可是啊，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啊，他一出现就把全天下给统一了，而且自己称为皇帝。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啊，他就是武力值100。没错。哎，他做了皇帝之后啊，他就想把他的皇位一直传下去。结果你猜，他传了几代？两代。两代，那算永远啊？那当然不算永远了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么牛的人，他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皇位到他儿子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所以呢，计划之中，他打算把他皇位永远传下去。
结果没穿下去。听懂我说的话没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永远就一个人活一辈子，对吧？一辈子？不行。那你会活多久？你告诉我。我爷爷活了70，我也差不多吧。那你能活58，是吧？嗯。你觉得这58年，你跟你爸会不会和好？58年？那得生出多少个我来呀？你别打岔吧。听懂了没？听懂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别把话说死了。可惜，你还是不了解我妈。我妈那个人啊，就是个认死理的人。别说是58年，就是580年，她也不可能。那你太小，你根本就不懂。切！我告诉你，假如啊，这58年你跟你爸、你妈跟你爸都没和好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妈也不会活得这么累。你也看出我妈累来了？嗯。我什么不知道？你看看，我是火眼金睛的。你是不是想说我老牛吃嫩草？你说说你跟他这事儿，你还让我说什么好听的呀？哎，多难听的话，只要你想听，我都能说出来。那你干嘛不说呢？你说何必呢？你想说什么就说，不就住了我房子吗？我没那么小气，爱骂什么就骂吧。你也知道该挨骂呀。哎，你说说你这到底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呀。真不是我说你，哎，你说要找一个配得上你的也行，比你小不说啊，要经济没经济能力，要地位没地位，我都不明白。你觉得他哪儿好啊？那我问你了，你当初跟你们家强生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喜欢他什么了？你爱他什么？你觉得爱一个人有理由吗？行，你说了都对啊，我说不过你，我不说了。哎，你们俩先别急啊，行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呀？没想过。那也总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的下去啊。谁希望这样不清不楚的呀？可你又不看看我现在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姓周的，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说你这样对老周你不亏心吗？我当然愧疚他了。你是我朋友还是老周他们家人啊？你替谁说话呢？我这是帮理不帮亲。你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多少女人想像你这样还不行呢。女人这一生两件事最重要，第一找一个好工作，第二有一个好家庭。这两件事你全都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就是故意的。你觉得你这说话无聊不无聊？我有那个胆故意吗？我也觉得你是故意的。你怎么也这么说呢？可能是你的潜意识。希儿，其实你不是一个能隐藏住秘密的人。你这样跟郝帅在一起，其实你心里很矛盾。一方面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那么吸引你，另一方面你这样和他在一起，对老周又有一种负疚感。这种矛盾让你内在交加，你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摆脱郝帅的吸引，也没有勇气向老周坦白，所以你的潜意识里面就希望老周能自己发现。请进，请进。哎呦，这么忙，干家务呢？对呀，没事干呗，干点活。哦。怎么了？
没怎么样。哦。啊。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去砸你们家门？怎么是你啊？我还想说，怎么是你呀？心事儿，你垃圾可以倒过来。哎，我可是一个超级垃圾桶。真的啊？哎，你要不试试？试试？哎，把你心烦的事儿都跟我说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。我的耳朵可靠谱呢。月月，吃饭了。哎，姓南呢？可能是去他那几个朋友那玩去了吧。快吃饭吧。一天到晚的不着家，还是不是这家人啊？什么跟朋友玩去了？要我看啊，肯定是到他爸妈那儿去了。人家去也没什么错，那会儿您不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不是也经常回去陪您吃饭吗？你就老帮着他说话吧啊，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。你们就觉得他爸妈搬出去都是我的错是不是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背着我还不知道说我什么呢。我说妈，有完没完呢？谁也没说过您呢。人盛楠一个字都没说，要说也是我说。妈，有时候你遇事儿得往好处想，别一个人老瞎琢磨。什么叫我瞎琢磨呀？啊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他放着一大家人不管，一个人在外面混，我还不能说了？我一说你就跟我急，啊，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的为你们做饭洗衣服，倒成这家罪人了。行行行，那就算我没说啊。来来，妈，别生气，快吃饭吧啊！我回来了，我妈回来了。回来了啊！赶紧吃饭吧，妈做的饭。哎呦，好好好。哎呀，你干嘛去了？啊，我去铁婉那儿了。哎，铁婉怀孕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，那是大好事啊！是啊，铁婉怀孕了。铁婉现在啊，正处于那怀孕期间最难受的时候。哦。嗯。为什么怀孕了就难受啊？小孩家家的，别问这个，不能问。
岁数还能怀孕啊？嗯，我这有什么呀？40多在这儿生，你没听那个现在那个试管婴儿吗？想生男孩生男孩，想生女孩生女孩。哦，那咱也弄个试管婴儿，再生个男孩。妈，你想哪儿去了你？政策也不允许啊！快吃饭吧，吃饭吧。今天怎么了？连句话都没有。没有啊，跟平常还不是一样。遇见什么事儿了吗？说给我听听。没有什么事儿，只是有点累。你最近是玩太疯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看你状态那么不好，是不是玩太疯了？我没有出去玩，我在家待着呢。没出去，你可是个喜欢刺激的人呐。我那么大岁数了，干嘛天天出去寻找刺激啊？我不想去了。那怎么行？不都说好了吗？你知道我今天会顺着你，对吗？什么？你知道我心里对你有愧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。你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真的知道。哎，好了，别闹了。咱们一块进去啊。周二彤，你这么做就是在利用我对你的愧疚。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心是什么做的。心是什么做的？你的心又是什么做的？你有心吗？有脸皮吗？我供你吃穿，我让你养尊处优，你竟然干出这种事儿！你不仅把你的脸丢了，你也把我的脸皮丢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给你遮羞，给你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够痛改前非。可你呢，变本加厉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跟我进去。你真是变态！你变态也是被你逼的，别忘你自己是谁。我很清楚我是谁，我是廖红杏，不是你周儿童的玩物。放开你！
坐一会儿就回去吧，别让你婆婆又说你。哎呀，没事儿吧？我回去她也得说我，我还不如在这多陪你们一会儿。你为什么？我们搬出来啊，不就是怕你为难吗？你要是老在这儿陪着我们不回去，那不就又添麻烦了？哎呀，爸，没事儿。你看你这操着心呢。哎，看电视吧，管那么多。这样呢，各个商铺也不会有太大压力，我想大家都会接受的，也不会出现那天那样打打杀杀的场面。不过这一带保护最严厉，一直是五爷在打理的。五爷？这么晚了谁呀、啊？不知道啊，没人知道咱们住这儿啊。我看看，来了来了。哟，红杏，怎么了？说阿姨，今天晚上收留我，让我在这过夜行不？红杏，快来，来坐一下，来，来。老太婆，你不是说困了吗？困？哦。你不知道。哦，好好好，你们聊吧啊。怎么了？我看你这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出事儿了？我跟周晓彤闹翻了。你别问为什么，反正明天陪我回去拿衣服。找我干嘛呀？哎，哎，红杏跟周少彤摊牌了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关心。哎，你别走你啊！我不走干嘛呀？我不走，看着他背叛婚姻呢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彤出来了，快闭一下。红杏啊，我把我跟郝帅的事儿都跟他说了，原原本本的说了。我觉得你说挺对的，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憋得也挺难受的。哎，解脱了。解脱？怎么解脱啊？我要搬出去住了。搬出去？你搬哪儿啊？还能搬哪儿？不就是搬到他小情人那里住吗？你少说两句吧。怎么了？说实话不行啊！哎，不是，你不说这种刻薄的话，你会死啊！我怎么了？我说句实话而已啊！哎，行了，沈南，话没有他的立场。哼，谁不知道他有立场啊？你说这话有意思吗？怕别人说，就别做那种事情啊。红杏做了再欠妥当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哎，咱们好歹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吧？不管谁家里遇到困难，咱都应该互相帮助吧，哪还有看着人家落难了在一旁看笑话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你以前遇到了事情，人家红杏没帮你啊。那人总得有点是非之分吧？我又没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哼，别说了，话梅，你说的对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。因为我非常理解为什么你对我这样的态度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在出问题的时候，你有任何决定的时候，我依然是站在你身边支持你。可是我
杏儿。干嘛呀？又不是生死离别的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要改变的时候。要是还把我红杏当朋友，咱们以后可以继续做朋友。如果要是认为我是周兆同的老婆，咱以后可以不用往来。哎，那你要去哪儿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呗。找个落脚地儿还不容易啊？哎呀，还找什么落脚的地儿啊？你这不寒碜我呢？你有自己的房子住。那房子租给你爸妈了，你甭操心了。我会找到地儿的，杏儿，杏儿，回来！哎，你现在有身孕，你不能乱动。你去啊，你去拉住他呀！我不去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着急了。你干嘛呀？你说我干嘛？哎呀，你甭操心了，就让你爸妈踏实住吧。那你住哪儿？我到酒店去。你还有那么多钱吗？我当然有了，我怎么会没有呢？你别忘了，那钱都姓周哎。喂，天霸，我没有钥匙，进不了门。嗯，能不能回来给我开下门？行，你等着我吧。怎么了？我得回家了。走吧，我陪你回去。啊，就算是你有积蓄，那也应该留着以后用啊。哎，老周要是真跟你离婚了，你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，干嘛非得现在把钱用光啊？我真不用。行了，什么不用啊？你就别撑着了。红杏，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你可得想好了，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过的。回去让你爸妈踏实住着吧，我真不想去打扰他们。哎呦，什么打扰？别人去那叫打扰，你去那叫回家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，干嘛老这么撑着呀？哦，你是不是嫌我爸妈在你那儿碍事儿啊？那行，我给他们另找个地儿行吗？我真没那意思。哎呀，就是没那意思，咱就一起回去啊。我爸妈在那儿也对你有个照顾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走吧啊。去哪呀？带我回家呀。真不好意思打扰你啊，我知道你平时挺忙的，可出门的时候趁要给我钥匙我没拿，我一想我没那么快回来，没想到出去也没什么地方可去，就先回来了。谢谢你，天晚。嗯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一把备用的钥匙。哟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没事儿，拿着吧。没有钥匙总是不方便。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我有事儿先回屋了啊。什么？你连钥匙都给他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总不能24小时都应招吧？你就让他挡着去呗。这算怎么回事儿啊？你这不光是引狼入室，你是干脆打开大门让贼进来。哎，对了，有句成语叫什么来着？开门一道。对对对对对，开门一道。我可提醒你啊，你要是不赶紧解决许珠这问题，
这迟早会出事儿的。现在他住都住进来了，我何苦当恶人赶他走呀？我跟于晨的关系刚刚的好转，跟老于也刚刚稳定下来，我可不想因为他有节外生枝。再说了，哎，留着他呀，老于父女都得感激我。就是我有什么做不对的事儿，也因为他都给遮了。不是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吗？哎，我就当他是一个毒性强的药，平常我小心点就得了吗？哼，万一毒性太大，你治不了怎么办啊？嗯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有一个人能治他。谁呀？阿姨，不行，肯定不行。红杏，你就听阿姨的吧。这房子是你的，你是主人，我们是客人，怎么也得让您睡好啊。阿姨，怎么能你们二老睡外边，我睡里边呢？肯定不行的。盛楠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明天想吃什么，阿姨给你做。阿姨，红杏，以前阿姨有好多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大人大量，不跟阿姨计较。这次啊，就别让我再欠你的了，不然我真的过意不去了。你，喂，紧急求救！紧急求救！嗯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大不了就跟他说家里人多不方便，请他出去。哎呀，铁婉现在说的好听，心一软呀，就很难开口了。你就会纸上谈兵，理论上一套一套的。落实到行动上，怂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开不了口也得开，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回来就是有她的目的的，你总不能往家里招贼吧？我也是没办法呀，当时说那句话就是头脑一热。你说，可是我都说了，只好咬牙认了呗。再说了，我还得考虑老于跟陈震的关系吧。你说就是我不怕跟雪珠翻脸，我总得考虑他们俩的感受呀。哎呀，老于要是敢有意见，你就来一个大耳贴子。哎呀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，还往家里带前妻，你说。哎，老于还好，他也挺被动的。哎呀，关键啊是陈震。有什么被动的呀，大不了我出面把他赶走，行不行？不至于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就一只笨羊，知道吗？迟早会被大灰狼给吃掉的。我还觉得是我心胸太狭窄了呢。你说陈震好不容易跟他妈妈相聚，我怎么能当坏人把人拆了呀？哎，更何况了，我信得过我们家老于。哼，你可真够大方的，我都信不过自个儿，你还能相信别人？嗯，你的指导思想我知道了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对吧？真要有一天到了那个地步，你放心吧，我请你来给我当救兵。哼，我要是放了心啊，那就见鬼了。喂，哎，哦，行，那就明天见。这么巧啊，你有空吗？哦，有点事儿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没事儿，那你忙吧啊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有事儿我一定帮忙的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帮忙，我就是想有个时间和你聊聊。聊聊啊。啊，没事，你忙就算了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找我，随传随到。要不这样，中午你到我家吃饭。吃饭啊？好吗？好，好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咱们中午见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
那杂夯呢？节奏不对。那依你呢？哦。几点了？你还睡啊？哎呀，你刚躺下，我一宿都没睡。哎，待会儿啊，花梅请我吃饭，你说他会跟我说什么？你跟他吃饭，那我怎么办？叫外卖。没钱。自己做。不会。那饿死！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人家不搭理你，你跟着去不是自讨没趣吗？他凭什么请你吃饭啊？嘿，请我，我人好呗。你检讨检讨，人家宁愿见我一面，也不搭理你，好好的检讨啊！行行行行，用不着你提醒。我现在是虎落平阳，你也别太得意。嗯，我美啊，我心里美，我说美你看出来了。哎，你这几个晚上都不在家，干什么去了？做贼呢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他让你什么时候过去啊？哎，你不会空着手去吧？不然呢？这个老外呢，一般遇到这种情况，通常都是带瓶红酒。你呀，怎么也得带瓶醋。纯属在博取你的同情，他可不会委屈他自己。哎，这家伙真不靠谱，总是在骗我。要我说呀，是你太老实了。那是缺点。在别人那儿呢，肯定是缺点；在我这儿啊，就是优点。来，吃饺子。现成的吗？既然送来了，咱就把它吃掉。赶紧尝尝，你加的那个是白菜肉馅的，怎么样？醋也挺酸的。
哎，再尝尝这个，这个三鲜馅的。哦，你找我吃饭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咱们边吃边聊啊。我呢，那天看到你跟红杏聊得挺好的，所以说，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他。劝劝？我能劝劝什么？那个健身教练呗。来吧。红杏现在跟他在一起，简直就是自我毁灭。自我毁灭？这么严重？哎呀，怎么没有这么严重啊？红杏这人我还不了解吗？她是阔太太做惯了，花钱大手大脚习惯了呢。哎，就那个健身教练，他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？你说能支持了红杏吗？我看呐，他现在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一点都不为以后着想。你说他以后怎么办？哎，他都成年人了，他有自己的主见，我觉得这事儿他有把握，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。现代人都那么冷漠吗？一句别人的事儿就可以不管不问了吗？啊，谁都有被欺骗冲昏头脑的时候，这跟多少钱多大年龄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作为朋友，我总有劝劝他的义务吧。嗯，可是，哎，干嘛非得我去呢？你是他的好朋友，要劝你去劝嘛。我不去。怎么了？我把事情给搞砸了。最好的朋友居然跟高建林一个样，我就忍不住的火冒三丈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吧，那话一说出口，我是真后悔呀。其实红杏说的没错，每一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总能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边。可是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原则的去支持他，你明白吗？你觉得支持他，就是背叛自己？对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想啊，我一边在骂高建林不要脸，一边又为朋友的背叛起哄架秧子，这不是双重标准吗？你说对吧？对，你既不支持他，要关心他，所以找我这个代理人。来去劝他，是吧？你明白我？你真的能明白我？我明白。我懂。你是一个善良的小女人。我爸让我过去吃饭，我跟你说一声啊。啊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那姓高的是挺会照顾自己的吧？哦。来了，开饭，开饭。
跟你妈说了吧？啊。来，快吃。是鸡呀、啊。嗯。爸爸做的饭也挺好吃吧？挺好吃的。爸，池塘叔叔是不是快成我的新爸爸了？别瞎说。你千万不能告诉他，你知道啊？我会的。要不然他听不进去你说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跟你说。嗯。你来干嘛？这都吃上饺子了。你想过，在我眼皮底下，你也敢下手啊？啊！放开！你干嘛？你干嘛你？你有话好好说。我没法跟你好好说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把你当朋友，你怎么对待朋友呢？你干嘛？朋友不急不可亲，这点道理你不懂吗？你说什么呢你啊？你想干什么你？我跟你说，你醒醒行不行啊？他现在不是你老婆。我们俩是清白的，我没有欺负他。就你这还清白，你还想怎么着呀？高经理，你到底这是什么啊？菜市场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要是有个脸的话，你现在就走，滚！我告诉你，姓池的，走，你给我滚！对不起，说这个干嘛？回去了。啊，行。红杏的事儿，我想想看，怎么跟他说。啊，行，你能跟他说最好，但是千万别太为难了。不会。新刚说的话，别放在心上。谢谢。
我写完了。高兴回避。我找月月玩去。你打我老婆主意，她是你前妻，你明明知道我想跟她复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她见你就讨厌。我们十几年的夫妻，你早就把她抛弃了。我们还有个儿子，你那时候怎么没想到呢？你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今天没打你。嘿，你还要打我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说，你跟他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我没有勾搭他，我们在讨论问题。刚刚你还承认打他主意呢，现在不想认了是吗？我承认，我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，我喜欢他，我想追他。你凭什么呀？你没资格。比你有资格，他有事会找我，他会向我倾诉，不像你，只会伤害他。你少来这套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别说的跟两口子似的。就算他不接受我，我一样会陪着他，保护他，照顾他，不像你，始乱终弃。说什么呢你？你有什么？你现在什么也没有。你怎么照顾他，保护他？怎么追他？我了解他，我知道他念旧情。别看他现在对我这样，时间一长就不一样了。我打的是持久战。我也有的是时间。你给我退出。不，你瞎耽误功夫。那不见得，不好说。那公平竞争，同意。哎呀，哎，我说，你可不能给我轰出去啊，那可就不叫公平竞争了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你怕我离画眉太近，搬出去也行。不必。我不像你这么没品。那还是朋友吗？只要你不做对画眉过分的事。能对他做什么呀？那是我老婆，我还惦记把她追回来呢。前妻。前妻前妻，你矫情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哎，我买啤酒了，咱喝点庆祝一下。你哪来钱？管那么多干嘛？想偷你的也偷不着。是啊。
全是假小子。我跟你说哈，咱们家的女孩子都不许留短发。盛楠及时赶到。好什么呀，他这审美谁教的呀？啊，月月，你怎么把自己往丑里打扮呢？人家女孩子不都爱美要漂亮吗？你怎么反着来呢？妈，少说两句吧，孩子都是有自尊心的。哦，嫌我说多了，这大街上随便哪个人我还不说呢。你们教育孩子呀，得把他的优缺点都得指出来。那毛主席还说要批评自我批评呢。哎，妈，我觉得盛楠说的还是有道理。小孩你得给他点自尊啊，尤其是小女孩。哼，行啊，我知道。你说你闺女你就不高兴，哼，就惯着吧。现在这孩子呀，娇生惯养，一个个娇气的要命，真是这自尊心，自尊心是别人给留出来的吗？哎，妈，我小时候您可经常跟我说啊，说穷小子富丫头，那小女孩她有时候就得宠着点。行，惯惯吧，哼。是啊，你说我啊，一天到晚的当牛做马，洗衣服做饭。伺候你们一家三口，谁顾及我的自尊了？妈，这事儿可怨不得我们。我爸妈在的时候，您说您什么都能担下来；我爸妈走了，您又说我们使唤您。其实我跟强人呢，也怕累着您。哎，强人，啊，要不请个保姆吧，咱让妈回家休息。别累着您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想赶我走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是我的，这家也是我的，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妈，您搞错了吧，这房子是我们的。哎哎哎，咱家才消停几天呢啊，你去看看月月去。你去吧。你看看去不行啊？我不去，咱俩一起去。走走走，我去。哎，你看，你看看，这孩子，你看看啊。爸，你坐着啊。哎呀，月月，来，让妈妈看看。哎呀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啊？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！女孩子留长头发好看，干嘛非要剪了呀？啊，剪了就不漂亮了。告诉你啊，妈妈小的时候啊，上树打架样样都行，但是姥姥告诉我，只有一条，就是要把这头发弄得漂漂亮亮的，不然姥姥会揍我的。行了行了，不哭了啊。对，你看你妈说的多好啊。孩子，你没事跟那头发过不去干嘛呀？我就想照着高兴的头发剪。为什么啊？就是啊，你跟高兴学什么呀？奶奶喜欢男孩。上次奶奶不是说让妈妈再生个弟弟吗？我想，如果我剪个男孩头，奶奶就更喜欢我了。冷静，哎，你是不是想站在你妈那头欺负我们娘俩啊？你别忘了，你也是月月他爸。什么呀这？哎呀，干嘛呀？别生气了啊，这事儿确实是我妈做的不对，别跟她计较。这不是计较不计较的事儿，
今天他说月月那些话，你是听见了也是看到了。就因为他喜欢男孩，月月就要把头发剪得跟高兴那样。这孩子是有自尊的。月月本来心思就重，不是你这个当爹的就一点不心疼啊你？你看你说的，我自己的闺女我能不心疼吗？我看你没咋心疼过。你净瞎说你！我是不是？你说你这个脾气去了，跟我妈俩人打起来了，打起来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，什么事儿也解决不了啊！消消气儿啊，冷静啊！好在月月那头发也没什么大问题啊，但是以后咱们俩也得注意一点，咱俩也得好好琢磨琢磨，我们有什么责任？孩子大了，是不是？你当妈的也得多关心他。有你妈在这儿，我能关心谁啊？我，你妈现在就是咱们家的慈禧。推翻了她。就你，哼！怎么的？你行吗你？我怎么那么不信啊？你有什么不相信的？我哇哇就把她推翻了。这事你甭管了。啊，交给我，我去跟我妈谈，你去跟那个月月谈，啊，母女连心，月月听你的，我把我妈拿下，你把月月拿下。那你这样也行，啊，你这一仗那必须打赢，不然的话我就上了。不用啊，不用你老人家亲自动手，我一定把我妈拿下。你能完成任务吗？我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要是完成不了，你把我拿下。哦，好，哦，我先有点事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，好吧？嗯，拜拜。吧，要不然您坐下歇会儿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没事了，晨晨，谢谢你啊。晨晨，阿姨想问问你，你对我怀孕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呀？嗯。挺好的呀，家里又热闹了。阿姨既然这么问你，就不想听这样的回答。那你想听什么样的回答呀？你告诉我，我说给你听啊。晨晨，我们是一家人。阿姨之所以想跟你谈谈，是因为阿姨真的在意你的感受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不管将来你有了这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，你爸爸对你的疼爱都不会少一分，我们对你的感情也不会变，你永远是你爸爸最疼爱的女儿。而且我跟你保证，不管是个弟弟或者妹妹，他呀都会非常非常爱你这个姐姐啊。阿姨，对不起。说什么对不起啊？啊，阿姨懂你，阿姨理解你啊。哟，这是干嘛呢？妈，你回来了。是不是我回来早了？
哎，你告诉我，想吃什么？不知道吃什么呀？啊，不知道吃什么？嗯，那这么着，我决定呗。好吧，听你的呗。好。来，来，坐。老板，炒一盘嘎啦，然后两串啤酒，冰的，再加十个羊肉串，多加辣啊！哎呦，行了，你别擦了，行吗？你将就点坐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来，你呢？谢谢啊，莫永红，得嘞。来，再喝一个。那贵的呢，我请不起，我只能请得起这个。但我向你保证，你吃完这个之后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我又不是没吃过。来，拿着这个。干嘛？这样？别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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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，别摇。哎，嗯，含着。来，喝一口酒，别多啊。喝一口。嗯，好。嗯，嚼。嚼嚼嚼！什么味儿啊，难吃死了！你知道为什么难吃吗？为什么？我骗你的。冷静！好帅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哇塞！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就是说，哥们儿，我倒霉呗！我去哪都得遇到你们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这谁呀、啊？你好，我叫廖红杏。你好，我叫强子，这个是老虎，这个是臭臭，我们三个跟郝帅是大学同学，都是铁哥们儿，上体校的时候我一块打架打出来的。哎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介绍介绍啊！我介绍什么？人家不是自我介绍了吗？已经少来啊，少来！是不是新交的女朋友？啊？哎哎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说吧，什么干嘛？跟我们说说嘛，是不是？哎。说什么？哎呀，不像，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是你什么人呀？女朋友。那你刚才怎么跟别人介绍的？为这个生气啊！我要说了，你是我女朋友，你今天晚上还想回家吗？一定灌死你！那你说吧，我到底是你什么人呀？你当然是我女朋友了。回来了。哎，就你自己在家呀？啊。哎呦，跟你开玩笑呢。真和天文都在。哎，怎么没见他们啊？这音乐呢？咱俩说累了，睡觉呢。啊。你呀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嗯，我还是去叫他们吧。哎呀，不用了。你刚回来，肯定饿了，来，先吃吧。你看，我今天特意给你做的椰香炖排骨、香芹小牛肉、水晶鸭冻、馋卷肉丁，都是你喜欢吃的菜，你尝一尝，和以前的味道一样吗？酒，你再喝的花雕酒了。我今天啊，专门给你买的。雪竹，你坐。
是叫晨晨吗？哎呀，你别急，他最爱吃炖鸡还没好呢，一会儿好了我去叫他，你先吃。你尝尝。还行，和以前的味道一样吧，没变吧？你再尝这鸭冻，这个最费功夫了。你要喜欢吃啊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学主，哎呀，鸡炖好了，晨晨，吃饭了。吃饭？哦，那我需要陈阿姨啊。别等她了，她睡了，咱们先吃，我给她留着呢。站在那儿干嘛呀？快去洗手。哦，哎呀，咱们一家人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顿饭了。啊，我还是叫停了吧。哎哎，情种，怀孕的人最容易累了，关键是要休息。你没事别打扰他。晨晨，嗯，快来吃。尝尝妈给你做的炖鸡怎么样？嗯，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。阿姨给你做吗？嗯，她有时候也做，不过我总觉得她做的没您好吃。你要爱吃呀，妈妈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嗯。然然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相遇、相知的纪念日。纪念日。然然，这束花是我特意为你挑的，每一朵都代表了我对你的情谊。情谊，你变成现在这样。你让我怎么再相信你啊？
杯吗？你走开！我真的很感谢你以前对我的照顾，但是现在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踪，变成现在这样子，你让我怎么再相信你啊？他人呢？老板，他在海边。去堵住他。我保证，我这次绝对不离开你了，然然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放开我！我保证，我再不离开你。放开！然然，然然，然然，相信我，再相信我一次，然然。他们是来找你。大斌哥，哎呀，曹大哥，你还劳烦您老人家亲自来一趟。你都说我老人家了，我跑不动了啊！你躲了半个多月，原来跑到这里来敲嗓。哪儿啊？我这不是给您筹钱去了吗？筹钱？哎呀，到海边来筹钱呢？居然还有心情带个美女跑到沙滩来玩？快点还钱！钱？钱在家呢。在家？你当我是白痴啊？少说废话，快点还钱！我给您取一下，现在就取一下啊！喂，哎，啊，好嘞，宝贝儿，我知道了啊，哎哎，好嘞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刚才还能打呢啊，现在你看都不显示了啊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是你走路玩手机撞了我，是不是应该你道歉啊？再说了一个破手机值多少钱啊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什么破什么破手机？好几千块钱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刚入手的，还没暖热呢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发生什么事？有什么可以帮您吗？啊，你是这负责人是吧？啊，是的。啊，请问发生什么事儿吗？这女士啊，把我手机给我撞坏了，而且不赔。哎，你们这儿有什么监控录像没有？给把那个罪证给他取下来。两位有话好好说好吗？手机现在都坏了，都不通了，怎么好好说啊？取证告他。可以啊，没看出来呀、啊，款姐呀、啊，够敞亮的啊，先来。谁给钱过不去呀、啊？妈妈呢？平时啊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也就我一个人陪他们。我一天能看到好几遍。现在你回来好了呀，多一个人陪我说话，也多一个人陪他们聊天。哎，徐可，那个我从新加坡寄回来的钱，你都还了吗？怎么了？何太太给我敲的。我问你啊，钱还了没有啊？还了呀，必须得还，那肯定的呀。还了就好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在新加坡这么辛苦也没有白费，是吧？啊，爸妈在九泉之下都可以瞑目了。对。这是您的小吃啊，谢谢。哎，哎，来啦！小七，三杯 fruit punch， 一杯 mojito。好嘞，辛苦了，亲爱的。
老婆，你旅途辛苦了，来喝碗桂圆枸杞老母鸡汤啊，养心又安神呐、啊。嘉玲啊，明天我约了陈董事长的太太一起吃晚饭，他们家大公子也来，你跟我一块去吧。嗯，我不去，那家公子眼睛大嘴巴歪，我可看不上。再说了，我明天已经有事了。人家有那么丑吗？再说了，他家有28家大型连锁超市。哎，得了嘛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是被你惯的，处处跟我作对。哎呀，好歹他是你妈，好歹是第一天回来嘛，好歹也给他一点面子，就当帮老爸一个忙喽。干嘛的？我找曹亮。在这等着。强哥，强哥，最后一次啊！干嘛？又要借钱了？上次借的钱你都还没还，老大刚才还来问我，不借。强哥，大家都是老熟人了，帮帮忙嘛。你知不知道，大毕哥正派人到处找你，你还敢露面啊？知道，所以我想赶快赚点钱，好早点把钱还给大毕哥嘛。强哥，曹亮，女朋友找你。你看看，人都找到这里来了。啊！你还不快走！快走了！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把钱还我！什么钱啊？我放在床头柜，白色信封的15000块钱，快还给我！是不是你拿走的？啊！那是我交服装夜校学费钱。你快点还给我！今儿手气不好，没了。曹亮，到底有没有人性啊你？那是我辛辛苦苦攒的钱，是我的学费，是我的梦想，你怎么能这么随意糟蹋了？你干嘛？我哪儿是糟蹋了？我那也是拿钱生钱啊。大不了以后赚的钱还给你嘛。你什么时候还过我呀？好了，咱们俩什么关系嘛？用得着这样吗？快点，警察来了！快点，警察来了！走了吧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！
什么？在派出所？你别着急，我马上来啊。谁在派出所？是新人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来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哎，这个曹亮太不是东西了，自己惹完事儿，居然把你丢下就跑了。大姐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。在那种地方待了一晚上，肯定累坏了，赶紧回家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。嗯，大姐，这个事情能不要告诉妈妈还有奶奶呀？放心吧，大姐心里有数。哎，大哲，我刚从新加坡回来，你有没有帮我约老同学？哎，大哥，你就甭给我兜闷子了，你不就是想打听欣然的下落吗？啊？没错，我就是想欣然亲口告诉我，他不爱我了，这样我才会死心。诺，有些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怎么？你知道什么？我曾经吧，我好像是在一间酒吧我见过的。什么？请十二号杨欣然到二号诊室。许诺，你听我说，哥们说句真心话，三年了，什么都有可能变，更何况一个人呢？你说是吧？你在哪个酒吧见到他了？我真的不确定是哪间酒吧。那你现在带我去。你冷静点行不行？不行。那你现在停车。行，停。行了。哎，徐哥，你们先做好准备，我现在路上有点堵车。新店的开幕呢，我已经通知了各大媒体了。嗯，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徐哥，徐哥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有啥用啊？人刚这样啊！许诺，许诺，许诺，注意点前面。情况怎么样？没有危险吧？从 CT 看起来呢，他脑部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没有伤筋动骨，都是一些皮外伤，让他好好休息，不要去打扰他。实在对不起啊，我先去办住院手续，这里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。帮我准备。爸。哎，表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不是奉命把这位尽忠职守的好医生拖回家。熊心豹子！哎，是谁那么不长眼啊？敢撞我许可的弟弟啊！请你小声一点好吗？你安静点，许可。许可。哎，诺儿，你嚷嚷什么呢？腿没事吧？没事。胳膊呢？也没事。那肯定就是头的问题。我真的没事儿，只是有一点点晕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脑震荡。不是，阿芝，撞见那人呢？撞见那人跑哪儿去了？去办住院手续去了。住院手续？许先生，既然你醒了，就去跟我做个检查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是哪位病人啊？让你这么焦头烂额的？哎呀，别再取笑我了，闯了祸能不焦头烂额吗？这能用钱解决的问题，可能难倒你丁大小姐。有时候钱也不是万能的。嗯，看来是有情况啊。我撞了一个我的老同学。我们许家有条祖传的家训，酸甜苦辣吃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吃亏。该给的要多少呢？
钱呢。怎么是你？不是，怎么就不能是我呢？刚才这位病人呢？啊，是你撞了人啊？那就好办了。神经病！哎，不，干嘛去？撞了人还想走啊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？你是谁？和我们有关系吗？你这位小姐说话我就不爱听啊。那怎么能没关系呢？许诺是我弟弟，我叫许可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行，有关系。那你想怎么办吧？这样啊，上次呢冤家路窄，这撞了我了，这一次呢他怎么就那么倒霉又撞着我弟了，你说啊。我看你呢也算个爽快人，一口价50000块钱。告诉许诺我明天来看他，这是我的名片，3天后我们约个地方见，我带50000块钱来，你带许诺来，见不到许诺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我们走。现代的富家千金怎么都这毛病，喜欢丢垃圾。拿来干什么呀？那我不回来我还能去哪儿啊？你上次那样你还有脸回来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让他们抓着我，我不就死定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还没吃早饭呢，给我点钱呗。你还要找我要钱呢？我给过你多少钱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我每个月就赚那么点钱，这儿的房租水电费全部都是我交的，你每次100、200找我要，我现在哪还有钱给你啊？算那么清楚干嘛呀？多伤感情啊！谁要跟你谈感情？伤害我多少次了？你还有脸说？然然，然然，你在医院住着多好，你说往家跑，放着这大医院不住，许可。你能不能别说了？你让我休息会儿，一个人安静点。唉，行，您先休着啊，休着啊。
干嘛去啊？这病刚好，不在家多休一会儿，乱跑什么呀？我身体没事，出去办点事儿啊。啊，办事儿？等等等等等，打这电话，把赔偿的钱要回来，这才是正事儿。你这不是骗钱吗？徐可安，你忘了爸爸生前就一直教导我们俩，做人要厚道，你怎么能讹人呢？我这怎么叫讹人呢？啊，这是你用生命换来的价值啊！我可不认同你的价值观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想跟你吵这个事儿。我也不想跟你抬杠，伤咱们兄弟俩的感情。喂，你好。哎，王叔叔啊，对对对，我刚回来。什么？行，诺，我晚上去参加一个重要的酒会，晚一点回家啊。晚饭你自己解决。徐可，啊，我寄回来的钱你都还了吗？啊，这还了呀，这必须的嘛。你什么时候能跟我有句真话？不是，怎么了呀？什么情况？什么？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刚刚王叔叔打电话来说他儿子要结婚买房，现在钱不够，问你什么时候把剩下的钱还给他？那钱呢？钱到底去哪儿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你都知道了还问我？我问你钱去哪儿了？花了。花哪儿了？就花在这些名牌的衣服身上了吧，是不是啊？你小子牛排吃多了，不知道国内人吃五谷杂粮的苦啊！你知道现在的人有多势利眼吗？啊，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。我要不穿点名牌衣服，穿点高级衣服，我怎么赚钱啊？徐可，你都已经30岁的人了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踏实一点？我大老远的跑到新加坡去挣钱是为了什么？我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，然后把爸爸生前欠下的债还了吗？能够让他老人家能够安心。可是你呢？你现在把所有的钱都挥霍了，你觉得你这样对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算是看明白来了。好小子，亲兄弟明算账是吧？可以，这钱就当是我借你的，以后我一分一分的，连本带利的全部还给你，你满意了吗？许诺，咱兄弟3年没见了，我怎么也该舍命陪君子一醉方休吧？可你今儿这酒，真是为咱俩兄弟请罪的吗？大志，我们俩是兄弟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现在就什么都不要问，什么也不要说，就一个字，陪我喝。许诺。我那小公司虽然是一破庙，但是你也甭瞧不起，回来跟我一起创业吧。谢谢你，大师。哎，你说这些许诺啊，非要跟我较劲，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嗯？这位先生，您这是在夸这个酒呢，还是在夸人呢？
1911年舞台剧《粉红佳人》在伦敦上演，当时的鸡尾酒大师为了追捧这位女主角，特意的调制了这一款 Pink Lily， 粉红色的酒液，闻之清新，饮之润滑，既有伏特加的辣，又有红石榴的甜，就像粉红佳人的心情一样，丰富多彩。这位先生，您这么博学多才，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呢。啊，本人啊，严无许。严无许啊，您这名字可真够有意思的。啊，礼尚往来，小姐，您还没有告诉我您的芳名呢。啊，我啊叫 Coco 杨，你叫我 Coco 就好了。哦。Coco， 来，为我们初次相识干杯！严先生，谢谢厚爱。喂，你好，是。就在那咖啡厅见吧。许诺会来的吧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许诺要是不来的话，一切都免谈。好，到时见，拜拜。还来不来啊？这啊？兄弟，你快进屋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没事，自家兄弟谁来不是来，真是的。哎呦，啊，真沉。哎，自家兄弟，你哥是真把你当成自家兄弟啊？拿着你的钱去花天酒地啊？其实我应该早就想到，像我哥这种人，从小就是这样。什么东西都不当一回事儿，一心呢只想着钱。那你去新加坡这两年不全白忙活了？那也倒还没有，他只花了一部分的钱，至少呢还有三分之二的钱是用来还债了的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哟，哟，美女来了，坐坐坐，快请坐。许诺呢？啊，许诺呀，他本来是要打算跟我一起来的，可是呢，这不是被你撞成脑震荡吗？临出门的时候呢，头痛病发了，哎呦那个疼呀，哎呀那疼得天昏地暗的那个，是不是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呢？你这谎话编得也太烂了吧！不是，哎，许诺可是我亲弟弟啊，谁家摊上这事儿，着急都还来不及呢。我有时间在这儿给你瞎扯淡、编故事吗？你可真够逗的你啊！好啊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也得等许诺病好了再说。总之，我见不到他，你这个钱是拿不到的。哎，你现在告诉我说，啊，等他病好了再赔。你这是严重的缺乏人道主义精神，不符合社会文明主义建设的要求吧？哎，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。您身为 BNC 服装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，想必啊，您更在意的。不仅仅是自己，还有家族的声誉吧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啊，坐下来慢慢说。来，请坐。Sit down, please.
到底想怎样？我吧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吧，这年头忒乱啊，什么大微博、小微信、陌陌、QQ、MSN 啊，这我也都不太懂啊。不过要把你富二代撞人的事儿发到网上去，应该会有很多人关注吧？你大标题腾腾腾，富家女宝马撞帅哥，理直气壮不赔钱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就是许诺的哥哥呀？我又凭什么把钱赔给你啊？我给你看证据啊，自己看。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。当时呢，许诺刚考上大学，我母亲还没来得及送他跨进学校的大门，就去世了。哎呦，现在又被你这么一撞，不知道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？我这可怜弟弟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用再说了，这钱我会赔给你。嗯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？把许诺的手机号码给我。哎，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？能有什么打算？努力挣钱还债呗。哎，我记得跟你说过，我那小公司呢，刚走了个设计师，正好你也是学设计的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来我这顶个缺。等你啥时候找到合适工作了，你再换。谢谢了，兄弟。不过呢，我现在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你还打算找欣然？虽然我很不确定，我也很害怕，但是我必须要找到他。美女，有没有人和你说过你喝酒的表情特别的迷人啊？特别是在45度角的时候啊，哇，在这块区间那真的是太美。为什么你会那么美，那么有气质呢？你说啊，你看小子泡妞呢，切，没空搭理去。你知道泡的是谁呀、啊、妞？哎，我说你烦不烦？你谁啊？大逼哥的女人你都敢泡，你找死啊！大逼哥是谁啊？啊，我还大 A 哥呢，大逼哥的这 B 还在我后头呢，知道吗？那是我小弟啊，知道我干嘛的吗？我给你引荐一下大逼哥。喂，许可，怎么了？啊，诺，车祸啊！救命啊！许可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小子，半小时以内带10000块钱现金到Sky98201号包房。不是不是，你是谁啊？许可在哪呢？喂，喂，怎么了，许诺？这许可不知道在哪惹了什么人。你说都这么晚了，我去哪拿那么多钱呀？多少钱？10000，走，我给你取去。站好了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掉一个酒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位大哥，这是10000块钱。你能不能放了我哥？数就不用数了，来，拿去买糖吃。谢谢大逼哥。
这是你学费，记住了，也不看看你泡的谁的妞。走走，是是是是。这位大哥，我现在能带他走了吗？哎，滚吧，滚滚滚滚滚吧！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哥。还不快走！我去，对不起。这美女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欣然。